接到了指令，说是走丢了一个小孩，于是我们民警迅速的出警，赶到现场后呢，就发现是一个一至两岁的一个小男孩，因为太小了，我们无法那个正常的一个交流。然后我们民警就将小孩抱回我们那个派出所，小孩还算乖的，一会儿就哄睡着了。因为这个小孩他太小，我们无法确定他的身份，于是我们就决定依靠群众，在我们的警民联系群里面迅速转发扩散的那个小孩的一个照片。转发后十分钟，我们就收到了那个反馈，及时找到了他的父母。我们联系上这个小孩的父母之后啊，父母居然他还不知道。最后我们把小孩交到父母手上之后，我们还对父母进行了相应的批评教育。我从网上知道这个消息的，知道以后我就非常紧张，然后就赶紧跑到派出所来了，看到孩子在这里安然无恙还睡着了，我的心情很激动，感谢民警们的快速反应和贴心照顾。